什么时候才能有长进的臭小子？就这种高富帅，我不过这样的日子，谁过这样的日子？我同意，他们都不同意。同不同意？不同意。你们一个个的，都跟我滚！你以为这些女孩都喜欢你呀？啊，他们都喜欢钱。当然了，老爸，这年头没钱谁跟你玩啊？要我跟他们动真心啊？ 40岁以后再说啦。你有婉儿那么好的女朋友，让她看到你这样，你怎么解释？妈，别担心，我说什么她都相信。爸爸，那些都是什么人？妈，来来来来来，听我跟你解释。妈，那些都是我幼儿园的同学，我们今天幼儿园聚会。 我相信你。我要睡了。好，睡，来，这边睡，睡啊，睡。臭小子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老爸现在就教训教训你。 第一，停了你的信用卡。第二，收回你的车。第三，经济封锁。爸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一定会改的。爸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喂，爸，你睡觉还带那么多钱？叫你死心不改！别，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滚！滚！别吵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好。 这可是你说的，哼，你说的。儿子，家九代单传，就我一个，我走了，我看谁帮你养老送终。臭小子，你出了这个家门就不要再回来，我没这个儿子。我回来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，我又走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又回来了，我又走了。把我的拐杖拿来。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又来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 你太残忍，不打你我难忍，别回来了，在外面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啊，爸妈，我还是跟凡凡一起走吧。婉儿，全靠你了，替我好好的照顾她啊。好。赶我出门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他们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到哪儿都饿不死。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哼，其实刚才我出门的那一刻已经想好了。但是我滚下楼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又忘了。宅男们永远都在抱怨为什么追不到漂亮女生呢？好像机会永远都不是他们的。
其实爱情就跟游戏一样，想要过关，就只有两条路。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范凡。从今天起，我就要改变你的命运。记住，范凡爱情攻略学校是你唯一的救星。想脱单，找范凡。今天说 hello， 明天说 I do。 凡凡，男神训练营大夜七，包吃包住，五星级师资，夏季大头皮，跟我一样，只收298,800。名额有限，报名速速，耶！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喂，死了没？没死，没死，赶快走！哎。 那帮凤凰追过来了，凡凡！兄弟，洗车吗？啊，多少钱？我们普通洗车188星级特别服务388。星级特别服务，怎么样的星级特别服务啊？保你满意。 坐着慢慢享受啦，快一点了，我要去接老婆的，快一点啦。 怎么好这样的？那不搞坏了？老板，搞定了，很干净。还有668，过瘾吧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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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哎，过瘾！大爷，那你……668，你值668，你值668，你值668！喂，不许打人啊！有种你进来啊！别逼我出手啊！出手你出来，出来打断你的腿！怕了，这胆小鬼跑了。傻子！ 哇！不是老板，什么情况？你穿成这样，让我们穿成这样？怎么了？你们那副没问题啊？那些妞都是这样穿的，怎么了？你又被人揍了？那你叫那些妞出来！要我呢？老板，你穿的跟明星似的，去变魔术吗？啊？我像变魔术的吗？漂亮就行了。哎。 我今天是要跟你们未来老板娘谈恋爱，哎，又是那个便宜货，不许你们这样说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很爱她的，我相信她也是很爱我的。大春，亲爱的。 大春啊，我买了一丢丢东西，你替我付钱啊？这当然没问题啦。Come on。喂，亲爱的，这好像不是一点点吧？<笑>亲爱的，这哪算多呀？我再怎么刷刷刷，也就是个零头。<笑>喂，我得看，我得看。 不是，我得。你干嘛呀？买点东西都不行啊？行，随便。爆了！哎，这回我想帮你也帮不了了。又说那话，我知道你这里还有一张。我刷吧。 136万收集了，谢谢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们不是今晚要吃饭吗？哎呀，我表姐今天失恋要自杀，我得回去陪她。
喂喂喂，哎，你跟你表姐说呢，改天再自杀吗？那我跟她说啊。喂喂喂喂喂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再约啊？2月31号见。哦，好，好，拜拜。2月31很快就到了嘛。喂。表姐还有胡子，是表姐还是表叔啊？老板，这妞分明吃定你，你吃过她没有？对呀，我最近节食。节什么食啊？一个臭土豪，跟他要点分手费，21天做5吗？抓钱，好，每人50。抠门。丹丹，5000，成交。够义气。整整1分钟呢，有没有想我？我觉得你走了1个小时了。你好坏。来喝一杯。Cheers。前夫已死。老板，为了表现我对你的忠诚，我身先士卒，我先上。我们随后。好。这个玻璃比我还硬。喂，你痛不痛啊？这样。哈尼，吓死宝宝了。你们想干嘛？老板，这是你报仇雪恨的时候了，说两句狠话。好啊，狠话，快，准备好，叫你呢。好巧啊，出来晒太阳啊。谁？他就是你说那个又软又烦人的宅男啊，穷不拉几的，还想追我妞啊？追我老板的妞，还说风凉话，兄弟们怎么办？那4个人，他就1个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就是人多欺负人少喽。对啊。怎么突然多出来100多人啊？就是开 party 呢，我觉得是。啊，不如我们也回车房开 party 吧，好吧？对对，我们不要打扰人家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你们都欺负人少，你们。我就喜欢人多欺负人少。喂，你说我脸上的伤会不会留下伤疤呀？你看看，你这个算什么伤？我这个比较严重，要找个女朋友呵护一下。那我岂不是需要2个女朋友？疼不疼啊？疼吗？哎呀，疼啊！你是傻的？那我不是要一打女朋友了？哇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我，你，哎，好奇怪，我呢在家里1块镜子都找不到，我是不是很伤啊？没有啊。喂，干嘛呢？小声一点嘛，我的耳朵变得好敏感啊。什么？喂，哎，不过好奇怪，我不懂呢，为什么一直打我的脸？我靠脸吃饭的吗？我知道。他们要把你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。就是啊。来，笑一个。喂，你干嘛？把照片发给你妈，问她能不能认出你妈。伯母啊，这照片是不是你儿子？怎么了？被吓晕了。妈，不管他了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以后这样啊，我怎么追妞啊？你成功过吗？毛有。那不就完了？切！凡凡男神训练营霸天企业包吃包住，这个范范好像有点来头，在哪儿啊？深圳吗？深圳。婉儿她17岁那年就被我追上，现在是我的经理人、助手，
化妆师、发型师、保镖、菲佣、厨师，跟女朋友。真奇怪，十七岁的时候颜值身材都不错，有八十分呢。现在嘛，嗯，嘿嘿。看我干什么？你看路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前面路口放我下来。凡凡，凡凡，嗨！哎，别，行。凡凡，你满身脏兮兮的，别靠过来。对不起。啊，我煲了鸡汤，你晚上回去喝吗？好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么么哒，哒哒哒哒，哦，哒哒不打死。哇！你，哪位想跟我打？我来。师傅。能叫师傅应该很厉害了。厉害谈不上，不过没输过。想偷袭我？不要再打了，留点面子。怕我打死你啊？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愿意。你这样算是勾引我？没错。我还是第一次大白天干这种事啊！不要紧，我也是第一次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谁呀？我男朋友提前回来了。他怎么那么快呀？对呀，所以他是我男朋友。哎呀，还真输了！起来，爬窗户。大姐，这是38楼啊。回来了。一个人在家里穿这么性感，你想干什么？人家寂寞，在想你吗？真是乖呀。嗯。哎，怎么有件男士的衣服？咦，真不小心，人家还想给你个小惊喜，这个是情人节礼物。情人节礼物？嗯。是不是太早了点？今天是印度情人节。今天。是印度情人节吗？老大，我是巴基斯坦人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折袜子，买衣服送袜子，穿过的旧的，比我还臭啊！一定还没走，找，找到有你好看。没人啊，老大。没人吗，老大？没人啊，老大。
没人啊，老大。今天来了几个小弟？五个嘛，老大。1, 2, 3, 4, 5。开门！开门吧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莎莎，莎莎已经在楼下了。你命太残忍了吧？他不是第一次，所以要严惩。你是初犯，先揍一顿啊。啊，那太好了！哎，来吧。喂，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怎么那么奇怪啊？跟着导航走的不会错呀，除非导错。哇，在深圳找这么破的地方，还真是难找啊！没错啦，就是这儿了。哎，我说你去敲门，我去啊。哎，喂，为什么不是你去啊？哎、客气了，门是贴着封条的。闭嘴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来。什么好怕的？开门！开门！男人大丈夫，你怕什么？不就是人吗？不过这好丑啊！你没找谁啊？不好意思，请问这是爱情攻略学校吗？是，亲爱的。我的天，别飘走了！喂，怎么那么像鬼一样啊？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怕你先走，快快快！哎呀哇！我的天！你们带学费了吗？当然带了，不过呢，能不能便宜一点呢？不行。我们是铁匠不二，不成功不收费。哦，这样啊，那还行，还行。我们可不可以跟范老师打个招呼啊？是谁呀、啊？这怎么包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啊？他肯定去了冒牌的医院做整容。他这个身体没事，不影响他的思维，不要着急。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溜，为什么？免得他的仇家找上门来，把我们也揍一顿。哎呀，走！等等，我们范老师说了，你们是个非常有诚意。他打算免费教你们。喂，免费啊，免费啊！但是有个条件，你们得给我们两个在香港找个住的地方。住的地方？车房介不介意啊？不介意。啊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能来啊？越快越好。成交。师傅，败在我范凡门下。可谓是一夫出招，万妞莫敌。可是你们几个实在是太差、太次、太挫了、太胖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一个最惨无人道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什么？加钱。啊？你不是说免费的吗？是免费的学，可是还有讲义费、私教费、顾问费、绝招费，加起来总共188,000。太惨无人道了。喂，师傅，能不能20年分期付款 啊？你喜欢的姑娘20年后再给你，你愿不愿意啊？不行，那不就好了？其实你们四个的问题呢，我一目了然。你太暴力，说谁呢？你太抠门，你太温柔，你才是。别解释，你跟我来。哦，来，你的问题不用我说了，都在这里了。这怎么没问题啊？镜子是没问题，可是镜子啊被你撑爆了。这一次，我真是面对平生最大的挑战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把你们从宅男变成男神。要变男神，首先是样子，有梁朝伟忧郁的眼神，刘德华英伟的鼻子，黄晓明自信的笑容，周润发霸气的发型和古天乐健康的肤色和脸型。哇，这谁啊？不喜欢刷掉，反正你们也没钱整。现在每一个人都活在网络世界，
露出来的只有自己最好的东西，把最真和最丑陋的一面隐藏起来，说白了就是假。所以你们要赢其他人，就只有当一个最假的人。我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顿丰盛的自助餐，随便吃，不用客气。哎呀，我停。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从现在起每顿饭只能吃一样东西。肥叉烧。烧你的头啊。这个吃吧。啊，慢慢享用。好饱啊。现在呢，你正在和一个美女吃饭，可是招待你的女服务员对你非常不礼貌，你会怎么办？服务员，啊，点菜，嘿嘿，蔬菜汤，龙虾面，烤猪蹄子，没生菜，没龙虾，没猪蹄，洋葱汤，大虾面，烤牛排，没洋葱，没牛排，没大虾。你欺负我！我们什么都有，就是不做你的生意。啊啊啊啊啊啊啊、站住！呀呀呀呀！啊！你这个样子，就算追到妞，也是要坐牢的。那怎么办？带这玩意儿干嘛？想看我表现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拳套的奇妙之处，一旦受到外来刺激，它就会放出电。所以，不管你想打人、想冲动、想发脾气，都会被电。连带七天，我就不信治不好你的臭脾气。怎么样？那我不玩了。忘了告诉你，想用蛮力拔它，一样会被电。咱们试。太过分了！哎，不准挠手。不准兰花指，不准钉子脚，这样好了吧？现在她是你的女神，你跟她约。今晚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好，吃什么？你决定吧。哎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现在是男神啊，男神一定要有主见，要让女朋友知道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，这样才有惊喜嘛。这份是今年最新的米其林一二三星的餐厅指南，把它背熟。饭吃完了，送他回家。今晚真是好开心，早点睡，别上网，要不然剁手剁手剁手。嗯，切切切切，什么东西啊？辛苦一天了，又花钱又花时间又花精力，怎么不得亲一口抱一下，送他回家不是吗？啊，这太刺激了。想不想做男神？想。想就按我说的做。来，非常好，女生就喜欢这种果断的、主动的男生，保持住状态，啊。哎，到我了吗？你跟我说一句话，一千。啊？两千？什么？三千？哇，你还不如去抢。喂，这句话不是跟你说的啊。你这个人啊，太抠门了，要让你习惯花钱，要不然没女人喜欢你。神经病，找妞要花这么多钱，我宁愿单身。他那么抠，别教他了，师傅。小心点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哎，明天啊，我就带你们去学习，找对象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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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那我明明可以去当旁听生吗？吃屎吧你！我吃屎吧！没事没事，让他去。啊，让他看看，好，你们有多爽。好，作为男神，走路一定要有型，手要成 L 型。现在我们就去考验一下。师傅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找对象吗？干嘛看这些新娘照啊？美女和美女之间是最难成为闺蜜的，因为她们害怕彼此之间的杀伤力。但是像这样胖胖的开心果，她会成为所有人的好朋友，所有人都会把她当作心灵鸡汤。
所以他出嫁的时候，美女们都替他高兴，他的伴娘团一定美不胜收。高手啊，好样的！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，来抱下。你抠了吧唧的，呸！你交学费了吗你？流氓！小心点的，我出嫁的时候还要穿呢。走开，转身，让我来。厉害！宝宝。宝宝，我好想你呀！你先下去吧，我要和姐妹们拍照呢。别拍了，十五分钟没见，我可想你了。嗯，又来啊！别这样啊！哇！好久没见，怎么才来？赚大了！哎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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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怎么？这些只是普通的宾客啊，你们的目标是伴娘团。哦，哇，新娘出来了！哇！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一个美女艰难好求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Beautiful woman, I want to yaw。宝宝。听好了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拿到电话号码，出发吧。嗯，好。哇！喂，干嘛？我呢？你又没交学费，你个旁听生！别，这多少钱？你说嘛。38.8万。哇，有点贵啊。不给算了。哎，别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不是，送两下绝招行吗？哎呀，你走吧。兴奋的时刻终于来了，接花球！哇！这样都被我接到，看来这个花球命中注定，这要送给你了。我不相信命运。你遇上我以后。应该相信命运。你很自负吗？错，是自信。你好，我叫范凡。我是 Angela Lady。哎，不要急，别吵啊！早就准备好了，一人一个锦囊，自己打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是不是又要收费啊？要钱的吗？也不用，免费，自己去打开。你真的不收钱？我不信。走了，免费的还不要？走吧。哎，冲 ！Cheers！ 追我呀！哎呦！嗯？哎，小朋友，小心点！
美女 ，Hello。哦，干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是小朋友。放屁！当我白痴啊？有一点。我牛津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78+34，啊！哇！共同语言。52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破手机，所以说电子产品就是毫无义气，永远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没电了。你有充电宝吗？我没有。啊，有个算盘。你会用吗？啊，帮我算一下。好。115+78+90+25等于多少？308。308？308？那我岂不是要跑上4公里？哇，蛋糕啊！吃这么一小块，我起码要跑上半个小时。你计算这些是？我是一名营养师，我姓高，叫我肥高。哦，你真幽默啊！你这么好的身材，怎么能叫肥高呢？我小时候很胖的，是长大了学习了营养管理才慢慢瘦下来的。朋友们都习惯叫我肥高了。那些人真坏啊！像我，我姓巧，他们偏要叫我巧克力，叫着叫着我就这样了。其实我吃的也不多。其实我也懂点计算，你觉得我能减下来吗？你想要学吗？是啊。那我教你啊。太好了。搞笑。漂亮啊，谢谢。哦，开心一点嘛。你好，我叫大春。你刚才好搞笑啊。我叫空妹啊。送给你。一起吃啦。好啊，不如先吃你那袋好了。你那袋比较大点。啊，那倒也是啊。走吧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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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元消魂掌、降龙十八掌、宝石坑王掌、血液金步掌、金鸡百花掌，打完收工。
哎，你不行，我来。走开，我来试试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万；输了，今晚陪我。英雄本色，来吧。站着，去哪儿？放开那个女孩！说什么？别，都是斯文人，可以考虑放开那位女士的手吗？只是一个建议。哟，心疼啊！醒醒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不行了，我需要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？现在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好了。不会打就不要逞强嘛。你好，我是文静。我是小龙女啊，不是。啊。我叫修修。哎呀，快起来！你怎么了？我看看，我没事。哇，这就不错了。秃头搞成这样，你看我一脑袋鸟屎。我跟叔叔道歉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弄得那个小姐误会了你。没关系，看你小，不揍你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误会你了。我香蕉，你的苹果，猕猴桃，奶奶的，你爷爷的葡萄柚子，番茄，大木瓜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娜娜。我是牛津。我是医生。我是病人。拜拜。拜拜。看来我坠入爱河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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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帮我把这两根剃了，好，看我的，怎么样？对嘛，这才叫分头嘛！帅呆了！哎，来帮我扣一下衣服。哦，看看，哇，你又胖了！也不可能，什么不可能啊？你看看，差好几寸呢。吸气。你们怎么还不出门啊？师傅，我们约了是8点半，现在才6点半。约了8点半，当然要7点半到啊。要观察观察地形的嘛，餐厅要看看菜单，电影院要看看有没有好片，游乐场也要看看游乐设施开不开嘛。万一菜又不好吃，电影又不好看，摩天轮又刚好关了，那不全完了？啊，说的有道理。那有没有锦囊？有，10万块钱一个。嘿嘿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来找你啊。这要干什么？告诉你件事儿，表姐她店里走了一个女孩，她让我去帮她忙。表姐那么疼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你当然要回去帮她了。哎，我有事情，你自己坐地铁好吗？我想先上个厕所。哎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多憋尿对身体有好处，未来怀孕不容易小产。嗯。今天黄历上说东边有邪气，出门往西走啊！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哎，走啊！今晚住外面啊，不用回来了，拜拜。么么哒。怎么这么神通广大呀？
我喜欢的男人还没有找不到的。可是我喜欢的女人没有一个跟我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觉得我对女生太有吸引力，没安全感。你看我多可怜。是蛮有吸引力的。外面打雷闪电呢，好怕啊！没事没事，打雷肯定是要闪电的。哎，外面有人敲门。哎呀，没事，敲门一定是有人嘛。敲门。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别去。千万别去！为什么？这里乡下地方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待着别动啊！啊！凡凡，你又回来了！外面下了好大的雨，你怎么不开门啊？我刚才看见一只鬼在房间里飘来飘去，好可怕！啊！什么鬼？我也不知道什么鬼。啊！这是乡下地方，阴，你快走吧！不要吓我！是真的，真的，我阳气重，我来对付他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们一起。他是谁？是什么谁啊？就那个白衣服的女人。哪有白衣服的女人？那儿呢？没有啊。那儿呢？没看见啊。走来走去的。是吗？没看见啊？哪儿呢？在那儿呢。没有啊。我看见了。我就是你刚刚看见的那个女鬼，你快走，要不我掐死她。你不要害我的凡凡，你不要害我的凡凡。快走啊，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。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快走吧。哎，搞定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我快！闭上眼睛三秒，我再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，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怎么样？我穿衣服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。别闹了，回来。来，回来吧。我今天状态不好，我回去想一下。改天再来找你。哎，我状态很好啊。哎，阿宝小姐，快点给我滚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拿了隔壁供的菩萨来救你啊，那只鬼呢？跑了。啊，被谁吓跑的？当然是被你吓跑的。你看看你的样子。那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拜拜。哼，你个死鬼，染上性病还传染给我，还怕别人知道？不就性病吗？哼。这边。护士小姐。我来找娜娜医生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的花交给我吧。我想亲自交给娜娜。里面已经放满了，你放在外面吧。看什么看？排队。一帮烂香蕉。护士小姐把花送给我的娜娜。牛津。Hello。对了，娜娜，我想问一下啊，这里明明是妇科。怎么坐的全是男病人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你今天的头发好像有点不一样哦。我刚刚做了负离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进来坐吧。好啊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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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娜娜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哪里吃？嗯？你是谁？哦，这位是太郎先生。太郎。放开你的手！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哎，等等，其实呢，今天晚上牛先生跟太郎先生都邀请我去吃晚饭，但是我现在年龄还小，我觉得跟谁交往都要小心谨慎，所以呢，我准备给你们两位一个小小的测试。测试？干嘛？走开啦！啊！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嗯，你别再捉弄我了。现在结果很明显了，你想吃什么？牛津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嗯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要跟这个混蛋吃饭，他会占你便宜的。他起码是个诚实的人，不掩饰自己的感受。而你呢？刚才我给你们两个抽血，发现你之前服用了镇静剂，而且你喝了很多的冰水才能冷静自己的情绪。连吃顿饭都要作弊的人，你要我怎么选？哎，我顶你个肺！以后不要这么暴力。知道了，你个臭流氓，我们吃饭去。好啊。太刺激了！不是说看爱情片吗？这不好，刺激。好吧。大家在看电影，不要打扰别人。跟我们去吃宵夜，就不会打扰别人了。对呀、啊。好啊。别理这些人呢。胆子也大。你害怕，你就看电影吧。哎，走走走，快！一个人看更可怕。你吃吧。
美女，不如去吃潮州菜。就让我保护你。大春，大春，嗨，送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500块呀，好贵的。你今晚打算请我吃什么？就和牛啊，红酒啊，六星级酒店喽。这么吃一顿要多少钱啊？随随便便都2-3万啦。那你会送礼物给我吗？2-3万也是随随便便的啦。那加起来有5-6万了。那当然啦，我什么身份，5-6万算个屁呀！好，那今晚就听我的，我做主。好，走啊。喂。我有车哎，干嘛不开啊？也好，走路省油。这附近怎么看都没有6星级酒店呢？啊？下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敏哥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围裙在那边，你自己拿。哎，好。来。吃饭要带围裙的吗？这里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会派简餐给露宿者的。啊，吃盒饭不用花钱，真够抠的你啊！别光吃啊，来帮忙派饭啊！派饭，过来帮忙啊！你慢点啊，明哥，哎，大春，有什么事叫他帮忙？帮帮忙！咖喱鸡饭可以吗？一个盒饭20块，今天就派了差不多100个，就2000块，那一个星期就是12000块。哇，这老板很有钱呢。今天你打算请我吃一顿饭都要5-6万，你岂不是更有钱？哎呀，那不一样啊，我是打算追你，难道追那些露宿者吗？吃饭啊。今天我帮你省了5-6万，给我吧。啊？你本来就打算花在我身上的，给我也一样喽。对吼，但是呢，我今天都忘了带支票簿了，下次再给啊。你不想给，那算喽。丹丹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突然之间我找到了支票簿了，对吧？真是神奇啊！你说500-600块是吧？5-6万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记错了，差2个0而已嘛。说话算数吧。
来，你叫抠妹是吧？对，我叫抠妹。是啊，我可节省了。省了自己，造福别人，比学尿还狠呢。什么尿？没尿，我什么尿都没了。吃饭啊。哦，好。这豆腐菜饭要6万块，我真是要把它吞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，还有5下，5、4、3、2。这才15分钟。我不行了，他们都跟女朋友去约会去吃饭，怎么只有我在做运动？看看你这身上的肥肉，还想吃饭？哎，你要是这么说可就不对了，我不吃饭哪来的力气？没有力气我怎么做运动呢？你需要力气是吗？嗯，我帮帮你。好啊。人呢？哇，我有力气了。不错，跑了15分钟了，再跑15分钟你就达标了。达标？不行了，我真没力气了。没力气，要不要我再多给你点力气呀？怎么给啊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坐着不动给你抓的。啊，宝贝儿，你来吧。啊，你快来呀！啊，宝贝儿，宝。跟我叫板是吧？听我说啊，我跟娜娜畅谈了整个晚上，最后她送了这副眼镜给我做留念。嗯，好看吧？那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和文静每天晚上喝酒看蓝光碟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然后了。切，我跟肥高天天晚上在一起做运动，人都搞瘦了。他是谁啊？我哪知道，你随便让陌生人进来啊？我哪知道，问老板吧。老板啊，在算什么？我在算和抠妹一起花了多少钱，都快10万块了。抠妹这么能花钱的吗？我哪知道啊，他还叫我把平时的积蓄全部交给他，我一盘点还多过 Chanel 啊。那肯定你们应该亲了嘴了。嗯，没有啊。哎，但是他明天约我去广东，说要给我个 surprise。别掉沟里哦。切，喂，你不是说要给我惊喜吗？但是我怎么感觉到了这里没有喜，只有惊啊？要走了。哎呀，这么远，到了没啊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啊，还没到啊？这么远，还有几步啊？还有一步，到了。喂。各位同学起立，欢迎于大春先生。喂，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啊？你上次给我的钱我全都捐给这所学校了，他们当然认识您喽。我平时这么抠都是因为要帮他们，希望他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他们全都是孤儿啊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孩子们都在看着呢。孩子们，吸烟是不好的，吸烟是有害健康的，千万别吸烟呐。我也不抽烟了。以后我会把抽烟的钱呢，捐给他们。我们一起说谢谢，谢谢。
好痒啊！叔叔变魔术好不好？看清楚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是一颗球。它怎么会悬空呢？这是一个汤勺。你带我回来这儿，不怕你的婉儿又看见吗？他去他深圳表姐那儿了。那你那四个学生呢？他们正在奋力追求自己的女朋友。我叫他们玩的晚一点，尽量别回来。你这么坏啊？我不坏，你不爱我。没错。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事到如今，不如都告诉他了。哎，你男朋友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他喜欢的是我。给自己留点面子，赶紧滚吧。一个小三儿，你神气什么？该滚的是你，不要脸。你有什么比婉儿强的？范凡的生活起居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。范凡，他们太凶了，跟我走吧，回家我帮你庆生。告诉他不准走，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。去啊！爸爸，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？如果万一，我是说，万一你要是走了，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没人，记得带钥匙。妈妈打。别说了，我最讨厌这种么么哒，你看看你的样子。你哭的时候真的很难看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各位姐妹，我们要帮助婉儿重新站起来，让她成为一个有希望的，再也不依靠男人的女人。我可以吗？绝对可以。哎，师傅有麻烦了。地方怎么那么眼熟啊？眼熟就眼熟吧。哎呀，真是精彩呀、啊！你们看看，真精彩。看看吧，看看吧。老大 ，Lady 不会又是你女朋友吧？当然不是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她是我老婆。
老大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次我是被动的，嫂子是主动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我当然知道啊，是我让他这样做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要不然，我哪有借口好好修理你呢？那是不是要再打我一顿就好了？一种方法，我是不会用两遍的。帮助他的脚扔楼下去！哎，不是，你们是开玩笑的吧？范凡，你起来走直线看看。根据我的诊断，他已经患上了随时随地大小便无法自控自制超级自大狂想症，这辈子都治不好了。那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以为自己是超级巨星。And you walking,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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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d you be him, you be him。有时也会以为自己是武林高手。有时候还会觉得自己是一只猫。乖了乖了，跟我过来。这里呢有两个女人做你媳妇儿，你选哪个？肯定是神经病啊！我们走。大姐，演戏的吗？干嘛那么投入？我没演戏的经验。见你，今天幸好有你，要不然今天我就死了。你现在才知道我好了吗？那当然。当初为什么要甩了我？那绝对是个错误。我那个时候良心让狗吃了，但是我后悔想自杀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为了有个机会回来求你原谅，我苟且活了下来。倩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我每天都会给你打这种针，让你永远出不了院。倩，你就话好说。Thank you.
你的牙摘了，摘了好，摘了好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好得很。你怎么样？我也很好啊，我找到新的男朋友了。新男朋友？新男朋友，新男朋友好啊。你还是保重吧。啊，保重。啊。新男朋友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才不会为了一颗沙子放弃一整片沙滩呢。哎呦，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和夫人上星期走了。怎么走了？心脏病啊！自从那天把你赶走了以后，他们每天都很担心你，身体大不如以前了。他俩是抑郁而终的。我回来了，你们的不孝子回来了。我知道错了，可是这惩罚太重了。我现在已经懂事了。可是，爱我了。少爷，点一炷香给老爷夫人吧。少爷，你以后要改过自新呢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老爷死前呀，已经破产了，这里已经被银行收了，这里一切都要搬走，我也要回老家了。父亲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风姐，不走不行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给我留个橙子，你别都拿走啊！哎，大哥，不行，这都不是我们的啦。可是我好饿，风姐，你煮碗面给我吃好不好？好啊，家里面都没了，还有些猫粮，小白的。小白呢？哎，已经离家出走了。哦，还有两包炭呢，你自己选吧。啊，好了，好好保重。炭烤猫粮，炭啊炭！希望你把我带离这个残酷的世界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孝顺的儿子。
什么味儿啊？哎，你的鸡翅好像烧焦了。你的香肠快要烤焦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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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注意。别吃了，再烤一根新的嘛。就是啊，多的是。喂，醒了。我去，畜生啊！你们是，你们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他妈在自杀，你们拿我的炭来烧烤，给我留个鸡翅。男生发脾气，淘气，还知道肚子饿。嗯，还谈什么男神？现在女朋友也跑了，爸妈也被我气死了，我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男神？你就是一混蛋，当初不好好珍惜一切，现在后悔还有用吗？你说呢？就是嘛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男神啊，只要用情专一孝顺父母，谁都可以是男神啊。我也是啊。你先减肥吧你。你们说的都对，但一切都晚了。不算晚。啊，爸，太好了，我终于下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了吧？难道你们三个也下来了？去你的吧！谁有空下来陪你啊？这全都是你老爸布的局。他想教训教训你啊。嗯，嗯，臭小子，你敢打老爸？啊，会痛的，你没死啊？啊，太好了吧？还活着，活着。啊！妈，你也在啊！回来就好，太好了！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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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你是不是真的有男朋友了？我的最佳男友不就是你吗？这妞儿这么漂亮，难怪我儿子会上当啊。喂，你有微信吗？让我扫一下。干嘛？想请我喝咖啡啊？哎，是啊，到时我微你啊。